我是公馆牛车场的112年哦，10月28号，那个潮州基地哦，14:06出发的车是我们的E500型以及R200型，还有E1900型、E1300型、明日号电头E200型，在五列展示在我们世人的眼前，一般的眼前。而其他E500之后的试运转，其他的性能，希望能够把老旧的E200的淘汰吧，也只能这样讲。那边要买就是要淘汰E200。我们就慢慢走啊。好，谢谢各位，再见喽。14:0710月18号，在潮州基地拍摄1239，用3000型，用900型、R200型以及我们E500型正式加入我们台铁大家族。那刚才再见，拜拜。